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是从小父母和老师就不断叮嘱咱们的事情。但是有些习惯好像无论咱们平时再怎么努力都没法完成。你就比如说早睡早起啊，按时刷牙，多喝水，多吃蔬菜，存钱，我可以继续这么无限往下说。坚持去健身呢，就是这么一个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去做，但就是很难养成的习惯。这样的现象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呢，都是健身房最火热的时期，因为新年就要到了嘛，每个人都下定决心要开始健身。但这样的决心能维持多久呢？根据美国这边的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在新年决定开始健身的人在情人节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是不是很真实？事实上，就算你已经有了健身的习惯，一段时间放弃了之后，你会发现也很难再捡起来。当然这个并不局限于健身了，你就比如说我已经拍了三年多的视频，一旦超过三天不拍，我就感觉自己不会对镜头讲话了。那究竟是什么让人觉得坚持健身如此困难？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克服它吗？如果你问一个人为什么不去健身，往往你收到的第一个回答就是我没时间。其实你说的对，因为生活在这个时代，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时间。除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之外，平时咱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在交通上，在社交上，在生活起居上，有的时候还得应对突然袭来的一些问题，所以留给咱们自己的时间真的非常有限。这也是我自己经常一个人待着的原因。哎，不管这些了，现在时间也不早，咱们得赶紧出门了。但是在出门之前呢，咱们要先写一个小的卡片。我晚点再告诉大家这小卡片是干什么的。还有些小伙伴非常诚实，你问他为什么不去健身，他会说我太懒了，就算有时间我也不想动。这个我真的太能理解了。你说咱辛辛苦苦工作一天，好不容易空出时间来，还不如看看剧，刷刷 B 站、微博、 YouTube 什么的，是不是？脑力工作的小伙伴还好，但如果你工作是那种体力上的，比如说经常出差啊、旅游啊，或者让你搬一些东西什么的，这些就已经够你受的了，还要去健身，我觉得门都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关注着或你身边总有一个人，明明跟你有同样的问题和困扰，但总能抽出时间去健身？难道说他天生比你更喜欢健身，或者天生比你意志力更坚定吗？我看未必。这是我每天早晨的氮泵，咱们现在该去健身了。Let's go。It don't really matter what you say.我看网上有句话说，健身这件事儿实际是叫逆天而行，形容的真的很贴切，因为这确实是每一步都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Michael？ 刚好会说，如果你觉得特别轻松，那你肯定做的不对。那既然健身这么困难，为什么还能有人天天去健身，然后把它当成一个生活习惯呢？难道他喜欢自虐？让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东西叫内啡肽，对不对？当你运动的时候呢，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和脑下垂体会产生这种荷尔蒙，它的主要作用虽然是止痛，但是也会让你有即刻的愉悦感。原来还真是自虐。不仅如此，在产生内啡肽的同时，还会产生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以及多巴胺，这些都会对你的大脑和情绪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运动等于愉悦感的这种奖励机制，这也是很多人运动成瘾的一个原因。哇，外面开始下小雨了哎。靠，你干嘛呢？见重要的人不得换个衣服？这送个什么好呢？送朵花吧，要不？送朵花。Got it。哇。
所以萝卜，你练成这样是不是因为健身上瘾啊？那肯定是啊。那为什么有些人会运动成瘾，而有些人打死也不想健身呢？因为要产生多巴胺是需要一定门槛的，你的训练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这就会挡走一部分人。再加上大家要记住，在你学习和工作之余，你的时间就那么多，你还需要和其他的诱惑，比如说打游戏啊，跟朋友出去玩啊进行对抗，所以要坚持走到那一步难度还是挺大的。那我们该如何反过来利用这点来让自己坚持健身呢？时间不多了，咱们待会儿再说。我开了两个多小时，现在终于到洛杉矶。终于挤进来了，人真是太多了。咱们在这边等人，顺便继续聊咱们刚才的话题。那咱们到底该如何反过来利用这种奖励机制来帮助你养成健身的习惯呢？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找到对你来说健身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听起来很空很大，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了健身的一个原因。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小伙伴看自己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办了健身卡，自己也跟风办了健身卡，但是从来就没有去过，或者练了一两次就再也不去了。归根结底就在于他没有找到健身对于他自己的意义在哪里。比如说对于有些工作人来说，健身可能是让他这个工作更有效率一件事情，对于歌手来说，健身让他有更多的肺活量，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目标是保持一个好的身材。那尽管健身本身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我就会在那个目标的驱使下帮助我度过这个痛苦的过程。这种内在的动力是让你自己找寻为什么要健身最重要的原因。哎，好像他们来了。哇塞，你有这个吗？对，我再给你。那最初平时你健身吗？不健。对我来讲可能健身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像我这种岁数，我要是突然间办了张卡或者去健身的话，那可能老婆会觉得我是不是要认识新的女孩。哇，太真实了。这里面真的太乱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讲话真的不容易。那咱们继续培养你奖励机制的第二步呢，就是要记录你的健身经历。我看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放弃健身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开始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完全没有效果。且不说他方法对不对，吃的怎么样，付出努力得不到回报的感觉，大家都应该深有体会吧。其实健身呢，如果你希望从视觉上看到变化，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很多人在没看到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但是如果你记录下来自己的健身过程，无论是手机啊，还是那种小本子，这些都将是你努力过的证明。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录之后，不管是体重啊、维度啊、每天练了什么呀、练多少次啊，甚至是当时的心情，这些数据往往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因为当时减脂的时候，从113公斤到80多公斤，每当坚持不下来的时候，我就会翻翻那些小本子，当时看见那些记录，你就会想，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了，难道你现在要放弃吗？那在这里呢，我把我找到一个不错的表格分享给大家，大家只需要关注公主号建筑师，并回复健身日记就可以点击下载。顺便说一句，大家看我的帽子怎么样？汉堡王。我这兜里还有两顶，待会儿送给我今天最不想看到的两个人。我觉得在这待差不多了，咱走吧。来晚来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快快收着，太贵重了，收着收着，收着你们。哎，别快快收着吧啊。And then here's the key, so you're gonna be on the 11th floor. 啊，终于可以坐下歇会儿了。那咱们实现奖励机制的第三步，就是简单粗暴的用食物来奖励自己。如果说第一步是让你开始健身，第二步是让你一开始不要放弃健身。那么第三步才是真正让你养成健身习惯的一步。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无论是你平时打游戏还是看电影，总有一个点呢是促使你去行动的冲动，比如说完成某项任务的成就感，或者看见自己偶像的那种兴奋感。所以当你付诸行动时，你脑海里想的不是去打游戏或者看电影本身，而很有可能是当时那种感觉。通过健身改变身材是让人继续健身的最好的奖励，但不幸的是，要想触发这个奖励机制需要相对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周期，所以我们就需要一些短期的实质性的奖励来帮助你达到这个目标。当你在第二步写健身记录的时候，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呢，可以想一下平时
是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并把它写下来。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一本书啊，一双鞋啊，一个水杯啊，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件衣服。每坚持一周健身呢，奖励自己这么一个小的礼品，长此以往呢，就会帮助你建立一个内在的奖励机制，帮助你养成健身的习惯。但是这边我要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目标是减脂，我非常不推荐把食物作为奖励，这样的话只会起反作用。All right.最后呢，是时候公布我这个小纸条到底写了什么了。其实是我早晨写的今天需要完成的七件事儿。这个方法呢，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 YouTuber 学习到的。它的玩法呢，就是把你今天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按重要顺序分成七件事儿。第一件事是让你花大精力需要去做的事儿。对我来说呢，今天就是去写展，因为它花了很多时间。第二、第三件事就是相对比较重要，但是又没有像第一件事那么占时间。我一般会把健身放在这个位置上。还有大家看到今天我见了小萝卜。接下来这四件事呢，就是没有那么占时间，但是你又必须要去做的四件。那这里面对于我来说，就是帮咱们 B 站拍一些鞋展的视频，哎，给小柯和努努送礼物，给小罗哥买花，然后还要给我的车打个气。在用这个方法之前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受，就是我感觉每天的事情就是永远做不完。当你把这些事情完成之后，你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空出来，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对于去健身比较困难的小伙伴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把健身这件事儿当成每天第一个事情来完成。这样不仅会避免说 OK 你晚上已经很累了再要去爬去健身房，同时呢还会让你的工作学习更有效率。整个这个过程呢就跟玩游戏一样，把你整个一天的活动都放在这个小卡片里面，然后最后再非常有成就感。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转发、点赞、评论、收藏、投币啊！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关注。视频的开头我问过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很多小伙伴不去健身的理由是说自己没有时间。但是咱们仔细想一下，是真的没有时间吗？给大家看一下，每天我花多长时间在玩手机上，还有大家平时花很多时间那种无用的社交上。更多情况下，咱们是心理上抗拒去健身这件事儿，而不是真正的没有时间。为了战胜咱们不想去健身的这个心理状态，就需要咱们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三步奖励机制以及一个小的方法，如果能真正帮助到你，让你养成一个健身的习惯，那我的任务就达到了。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这才是我来 LA 的真正目的。